对啊对啊，就是咱两个节目如做如好啊，因为大家拜五这时间呢，不管是从哪出来还是哪阮现场，大家都真欢喜。安怎呢？因为大家拜五叫好康给大家啦，对对，有好的音乐，对，有好的歌听，对，有好的唱曲，对，有好的礼物送给你，对。所以呢，这个节目啊，讲真的啊，打破铁鞋无觅处，马如拜五这个地方才有名。对对对，咱请歌星嘛，不是凊彩请的。啊对啊对啊，咱大家要穿歌星啊，如请是如好，如请如红的。啊，积极这个歌星吼。伊吼按黑胶唱片哦，哇，到这个 LD， 哎呦 ，cassette， 哎呦 ，VCD、DVD、CD 出百外张啊，有百外张啊，有呀，那马上请出来哈，啊，伊就是谢彩云，来，掌声来欢迎嘞。
哎呦！哎呦！两位大哥，我直接看天顶啊！你啊，你在看天吼，你肢体语言，哇，也舞台魅力，敢那仙女下凡哦！你过门的时阵拢无咧迎着吼，真的啊！啊，比来比去。你看中间的少年家唱歌，敢那也过门啊，敢那是三十秒伊就把路开到你家。无，咱这个东方戏吼，你看咱东方的时阵，有一挂种手穴手穴啊咧，啊咧袖子啊咧水袖水袖这种舞法。这款的歌星就是讲对舞台有质量，对不？伊袂使好这舞台空，伊就是爱有物件好观众看，啊观众再跟你讲哇。这个歌星，你不但会使听唱歌，伊的肢体语言不是视觉、听觉，唱个一条好不？好好好，我介绍给恁听，叫做《爱情恰恰》。啊，唱这个《爱情恰恰》。对啊，两位大哥，敢袂当搞我这个披肩皮？对啊，啊，你这出来问你，本家人家出来吼。啊，公姐，这设计师设计的呢，你学纺纱嘞，拜托哎。袂歹，袂歹啊哈。谢彩莹嘛，《爱情恰恰》恰恰来，掌声来拍一下好不？好，谢谢。
哇欢喜就好啦，恁欢喜哦。哇！伊人欢喜，常拢欢喜的。来，看咱这个第二个单元，伊人常拢欢喜。咱这第二个单元叫做欢喜猜一猜。哎，欢喜又一个啦哈。啊，先分两组。对对对对，来来介绍一下。伫我倒手边穿青衫的是西海岸的朋友。哎，哎呦，掌声给拍嘞哈。啊，来，恁两个真该气节。正常正常哈。好，那我这架球变个厉害了。哇哇！因人个名七个字啊，什么七个字？这不是酷，这是一个团体啦。嗯，这叫做返老还童哈气功。哇！这真该起劲。哎，正常正常哈。OK， 来头一个问题，注意听咯。来，建斌，咱互你看一张相，相内底一个囡仔，伊就是即阵有名的一个艺人。准备准备准备，起。能杀奇珍，好来，西海岸的来气流来，嘴巴大大个哈，名咧，伊名咧，伊名，讲袂出来 ，OK， 讲袂出来，安尼咱这机会就留予咱人这个返老还童哈气功了。三，你听下无？有，靠，时间到，时间多变了哈，快答案是什么？来，咱看一下相，莫小林啊。莫小林个人无像哦，伊细汉水，大汉煞歹看，是无？人是细汉歹看，大汉水。那比莫小林有去韩国，穿沙拉罗裙，煞做啥啦？哈哦，了解，这无你头一队。咱来看第二队，来建兵。第二队，咱要请一个水查某出来，伊就叫美凤啦，来。美凤，大家好，我名叫美凤。OK。来，中金美凤爱讲一句福建话，恁人都爱听清楚，看这句福建话是啥物，那会晓的人赶紧起劲，吼，明白无？好，那即阵就请梁师妹来讲这句福建话，恁都爱注意听。来，师妹，请。我说一下你个红哥，我去过去。怪伊在烧呀。OK， 来准备哦，准备哦，一。能杀 ，OK， 来返老还童诶！我爱请美凤去行街，我爱叫美凤带我去行街。哦，安尼款，你能有答案无？有无？我要叫你凤凰，安尼听无？听无吼？来，师妹，讲咱答案出来。我要叫李国王带我去行街，看伊食宵夜。啊！伊是爱叫我带四妹去看戏，行街食宵夜。安尼无变啦吼，两队个差真远啦。到目前就是零比零啦吼。零比零。安尼感谢美凤。Thank you。咱来看第三队，来来看咧。哇！我能一日爱用偌济水？好，听好有三个答案。一，每一个人逐工平均爱用48L的水。第二，每一个人平均一工爱用148L的水。第三，每一个人一天平均要用1480L的水。准备，一、两、三。好，来玩 Score 的朋友。第二个，第二，第二。咱来看这答案是不是第二？来，对啦，恭喜玩 Score 的朋友，拿到一分了。恭喜恭喜！每一个人安怎一天会用到148L的水？来，请一个。公用事业局 POB 的林小姐，掌声欢迎她。两位主持人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啊，你跟我人讲咧，安怎吼？每一个人逐工平均都要用到148L的水，这足多的咧，哈。好，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148公升是多少。这个是1.5公升容量的一个瓶子。对，148公升就是99瓶这样的一个瓶子。哦，一个人一天用99公升的水咧，九十九瓶对。哦，啊，你是安怎用才用到遐多？那么在我们家用里面呢，用水最多是冲凉。对。第二是厨房用水，冲凉用29%。哇，29%耶哈。然后厨房用水是22%。然后第三个洗衣用19%。如果每人每天可以省8公升的水，那到了2030年，我们就可以省到140公升。就是一天140L，因为目标是安尼款哈。对。2030年，一个人平均一日用140L。好，来第四队注意看了，来这边，那咱个水是为倒落来呢？第一是来自国内集水区的水，第二入口水，第三新生水，第四淡化水，
第五，头前四个答案给对。一、两、三。好，来，咱人 West 哥的朋友。第五个。来，咱来看答案是不是第五？来，快看一下。对啦，第五。恭喜 West 哥的朋友拿到两分了哈。啊，来来来，林小姐呢，再过来讲了哈。我们前面两个水源呢，主要是靠雨水，那么后面两个水源是靠科技。为什么需要这么做呢？那是因为我们呢，如果靠雨水的话呢，我们可能不晓得那个天气变化会是怎么样。那么很久以来，我们就一直投资那个科技，来发展就是像新生水啊，淡旺海水。所以到现在呢，我们能够很好的有供水，让它给多元化。然后能让大家能够用的长长久久，但是虽然是这样子，我们还是必须要就是善用水源，因为水是宝贵的。对对对，水是宝贵，人人有责嘛哈。好，给来呢，感谢林小姐，感谢，谢谢。OK， 来第五个，第五个真简单啦，就是叫你摸一项物件 ，OK， 所以伊就叫摸摸扎扎啦。咱六队吼派一个人出来，啊手放落去，看你摸到什么，啊你若知影是什么，你就举手，举手了，你的队友就起劲，啊你就来回答，看内面是什么，好，好不？来，来，咱先先开 ，OK， 准备哦，一、两、三 ，OK， 摸，手摸，摸，手摸，冲落。冲落，看你摸什么物件，你就举手。你若知影什么，就举手。哈紧举手，哈紧举。哦，来 ，OK。啊，你跟我讲你是摸到什么物件？菜头。菜头。菜头。OK， 不要紧，你摸到菜头。OK， 那你就会马路泥头。西海岸啊，你摸到什么？这大哥，我摸的是这个薯米。恭喜那 West 哥的朋友哈，猜到啦。啊，你厉害了呀！恭喜我们的朋友有三分了！哇，烦恼烦恼开始，感谢你参加哈！来来来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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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姨，咱今今年是大赢家啦！哦，再有一个奖品，也就给他一千块的这个保健产品。哇，给恁恭喜啦！哈，啊那感谢那咱这个返老还童哈哈气功的朋友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哎，健兵啊！啊，我听讲这个四妹厝最近为了水的代志啊，啊，家你囝敢那牙路，敢是无欢喜。出来无水咩？不是无水啊，敢那是淹水淹过头了。啊啊！啊，咱咱讲过了，来去因厝该看一下。好，好，去看一下。好，咱再见哈。今日讲顶礼拜叫我去买买表啦吼，我你知影我无输甲人跋筊，我都无甲买啦。我想啊，无甲买吼，即你来收起来嘛吼。哎呦，迄对你啊欠淡薄，讲去开头表啦，啊一开头表我就惨咯吼，啊赔一百万嘞，买真大嘞，啊好大滴无开起来。我咧想啊，但是真个开一百万起来，我无镭形，唔知变怎款啦。伊可能也多赌我咧，我讲真惨。我是咪苦啊惊，讲到镭，大家人个面拢变了咯吼。哎呀，兴啊兴啊，啊这镭无开起来哈。啊讲到镭吼，我就想着讲啊，最近啊淡薄艰苦啦，因为吼七月一号起哦，啊迄水单吼要起价了吼，但是不要紧啦。爱去就去哦，我就教安怎款，咱就教咱厝内细囝安怎款节省用水。你看啦，啊一个月这水单哦，哇七百几块，惊死我嘞吼！唔知因当是用什么办法来涨水涨价的水类嘞吼？哦四百外块，五百外块，惊死我嘞吼！哎呦妈的啊！啊你人就是你看，真暑假起忙死到你，家己讲话讲四五点钟，啊你嘴袂酸啊？来来来来，你解出来就好。我问你吼，什么代志？你安怎落来啊？啊！我房间行出来，我按涂骹钻出来啊！你多一个坑钻出来？啊，长水井的坑啊，都是钻出来。啊，头毛淡淡都看无啊！哇，你真的是破病吼！你头好生哦。安怎？我阿伯甲厝边头尾讲话时阵吼，你就知道了吼，你入去长个井吼。啊对啊。我讲三点钟诶。啊对啊。啊，你甲出来，你长水长三点钟啊？啊对啊。你当面个示范给我看。安怎？给我看卖哦。啊。你长水是安怎看长？安怎长安尼久啊？你看迄水电费，你家己看啊？你看迄水单。啊，才七百几呢啊！屁屁。七百几个屁屁啊！你是 OK？ 你当你示范我看，你涨水，你直接涨一根按到涨水。等，你是叫我拿卡听涨水，给你看。是啦，我乖乖才知影，你是去涨一根做什么吗？我给你看是不要紧的。啊，你窗也无开，你看对面拢总给人聊聊，啊，我涨水给你看不要紧，乖，给对面的人看。啊，不要紧啊，共同学习嘛，对不？
都爱看你。你人不要长嘴啊，搁着我长给恁看啊。啊，搁共同学习啊。是啊，袂使啦，你是大汗尿咧。你大汗尿，你是要听无？我大汗尿咧。你哪？你是要教我看你弟弟哈？就他帅死。弟弟在这边啦，妈在咧找我。你也是无得出来。你是安怎出来？长水镜啦，我着长水啊，做咩？你长水镜吼？你长水镜时阵，你长水吼，迄湿布我买互你，欢喜无？哎，有咧，真芳来咧比。啊，这真芳，真芳。伊长水长比我久咧。伊咩？伊把你五分钟、十分钟尔吗？什么五分钟啊？五点钟啊？五点钟，妈的！我啊，未离去长水以前，伊就离去长了。长到我出来，伊个无出来，即阵才出来。啊，结果五分钟啊？无啦，五分钟尔啦。你家己讲，你对天讲哈，无咱团队讲，团队你头你无通说，我咧讲啊。有无？几点钟？是不是五点钟？有无？有。啊，你看，讲啊。下摆吼，你莫长安尼久嘛，对吼，因去长了出来了水嘛，吼。歹势啦，歹势。你长五点钟，你安尼看啦。我管你。啊，我长三点钟，吼你明仔敢来教的。我唔是骂，啊，我唔是骂伊了咯。迄个唔是叫骂啊。哈。哎呀，我头先叫什么？迄叫讲啊。我的面盆诶，讲。我这叫讲伊。你莫跟我岔开话题吼。当今嘛好，你当今嘛示范给我看。你伫长个经理面，你是安怎长水？门开去了，你做什么？你甲我讲，我一帮扫看，系咪？啊，做我看。你看，阮老母有偏心无？伊长水长五点钟啊，又无骂我长三点钟，还骂啊，甲他堆，甲他教的，甲他什么？当今该叫我拿扫长水给伊看。我是打波咧。我有自尊心的嘞，你想我是来泰国跳舞很快啊？我不是叫你看我的弟弟，当今我的弟弟变哥哥了，我跟你讲啊。你在讲什么啦？哎呦，我恨你，我恨你！马哥，马哥，来了，来来，是什么问题？真奇怪咧，你安怎弟弟爱伊长最好咧看啊？你知影无？当今嘛七月一号 start 哦，都爱迄个起价了，水费爱起价了。哦，啊，恁两个兄弟哦，伫咧长最长啊，你姑姑唔知恁阿弟咧内面种啥物吗？哦，啊，了真侪水，了真侪时间。哦，你就要做好我看，我甲对症下药，甲你讲啊，应该做还是不应该做？啊，你有啥物沙拉咧？哦，是啦，无沙拉。对对对，你当今你长好我看卖咧。卖啦，马德。你长给我看，我该知影嘛？你咪长安尼久？哎，妈，你出来，佫有一个人啊，是阿公，你叫伊长好你看。阿公无伫吗？阿公。师妹。阿公来了。师妹呀，啊，是，师妹呀。阿公，我中意。啊，师妹呀，师妹呀，啊，是，师妹。好啦，是，好歹听啦吼。来来，发到，接。啊，做面前嘿，兄弟啊。我咧假囝咯。假囝。哦，啊，就是两个长水啊，长到规半工哦。聊时间，搁聊水，我真正惊啊！七月一号 start 哦，爱起价了。啊，是。是吼。哎呦，生水啊！吼。不是我，是哥哥。啊，我就是讲哦，叫阿罗伯讲，你长安尼久，无你做一摆示范哦，我看嘛。啊，讲甲我受气，啊，问你去房间卖出来了。哦。罗伯去房间啊。哦。哦，哎呦，我前面甲你讲啦。啊。你去啊去，有时吼，查某甲查某讲是讲袂通的。是咩？啊，阿伯咩啊？应该要查某甲查某来沟通，伊才会甘。是咩？伊个阿伯会叫什么名？哦，叫 mentor。啊 ，mentor 啦 ，mentor 啊。查某甲查某讲叫 mentor 啦。哦，安尼查某甲查某是 no talk 啦，伊是袂使 talk， 袂使 talk 啦，袂通啦。啊，好好，你两个 mentor 去 talk， 你甲我 talk 看卖，伊叫出来吼，做一示范我。哦，你看我读啊，好，你去读，你给我读哈。Robert 啊 ，Robert， 哎呦 ，as soon as I discover that you came, even if it was brand new, you rest me, I was very bad。阿公啊，啊，你无你这个又长出来，你好狂，多么稳重啊！阿公，我这样子根本怎么这样？不要用这个，不要用这个，不要用这个。别偏心！啊，这你那是在讲什么啊？面毒！啊，你那面毒的讲的话，我能查某听无的吼？直接讲的嘛！你讲卖遐，我是跟你讲，看到这个就不问，这个就不问了嘛！你们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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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，这
我这是免得吗？你点点，我甲阿公讲，有只阿母啊，有只阿母，只阿母就了嘴，阿母就个七八岁，阿母，阿你个长嘴啊，阿从个阿公阿公，要不你个唔得，要不你个别，要不你个别，这是啊，长嘴，你别别偏心，你别唔得。哎呦，是咪你这样啊？无对啊，卖西脚一，哎呀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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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唔叫唔叫唔叫唔啊！哦，哎呦！现在哦 ，OK， 哎，什么什么来着？啊，都叫叫完了。啊，你们什么叫么叫叫？啊，你们什么叫叫散 ？OK，OK 了 ，OK 了。师妹，我跟人沟通了，伊个讲最好你看，讲最好看的哈。首先是我先讲好你看。OK， 好。第二 Robert， 第三 Albert。太奇怪啊！你個面篤篤篤篤識篤嚟坑我嗬，啊，未歹未歹未歹，好，各位朋友啊，啊，講過了哦，咱嚟看看人三人安怎長嘴，讓你看嚇，到底人長嘴裡面是什麼比什麼把戲嗬，咱嚟了解，解些對症下嚇，啊，講過了，再見。真的是伤脑筋啦！安怎伤脑筋呢？吼，因为要叫萝卜啦，长嘴好看，爱说五话，想要叫脱光光好看，唔是这個意思啦。我是看伊长嘴哦，伫咧长颈里面变什么把戏哦，吼。啊，到尾啊，因阿公甲讲通了吼，啊，真会使了。伊讲阿公 ，OK， 来，好未？好未？好，来 ，OK。下摆都开门，开门了，入来，开嘴人头，都是长嘴，安尼过吗？等，你免烫伤吼。对，长水就爱烫衫，你长水无烫衫。开门入去，我就烫衫，卖烫啦吼，哎，真歹看，假啦烫，我就烫西衫，我就烫裤，安尼咯。啊，内裤变烫啊！哎呦，阿公都无穿内裤诶。屌啊！阿公都无穿内裤诶吗？哎，无穿内裤，你烫什么？你烫什么？前边波。天天喝，啊，开卷好长水哦。哎，等下阿公，啊，你头先你也无开门嘞。哎，你够出卖。你看哦，开门进来，哎，要这边说关门啊，烫裤啊，烫衫，要无穿得裤啊，天天喝啊，开卷头。哎，阿公，阿公，你内面的西衫无烫嘞。哎呀，真惨啊，真！哎 ，OK， 看开始拜啊，开门即去 ，OK， 要着关门，啊，脱衫，要脱西衫，脱长裤，脱边波，开嘴人头，张嘴会使无？会使，啊，你无话杀本，好啦，哎呀，开始拜，开始拜啦，开门，关门，脱衫，脱西衫，脱裤，脱边波。开始人头，张嘴，会使吗？会使。OK 啊，哎阿公，你录新杀文了无呛嘴咧？凊彩啦，安尼讲的咧明白就好了。哎呦，阿在录国家咧做物件。搞你安怎？看你安怎长嘴？我长嘴真普通的吗？真普通，我咧看卖咧。那你看好势啊？好，开门啊，入去是关门是，烫衫对，烫裤对，烫内裤对，烫短裤。啊，等你穿你全裤不起啊？我惊嘛？你惊什么？我三更半夜行来行去，当然惊嘛。这奇怪，你查某跟你惊咧，人查某看到你个惊咯吼。他都烫丝袜。丝袜，咩人讲丝袜无你老母娘？无啦，然后我就开嘴，
test water， 哎呦，也水个真冷，连我都苦放两万迄刀，看电话，等也水烧，等，哇，我压着了了吼，嗯啊，哇，我就是一个奇怪，安怎水也安尼做吼，啊，你第一刀吼等烧水啊，对啦，冷水我惊寒，咱个长者都丢水，你知无？哎，冷水安尼直流，迄流偌济水，你知无？啊，你无变，你袂使怪我吗？爱怪你家己吗？怪家己，安怎怪家己呢？你叫你买新的迄刀，你买，你去甲楼卡的三金宝买十斤现50块，啊，咪在等五分钟，人个新的，你一开就烧水了，你开过来等五分钟、十分钟，啊，我唔是一放两万，你到咧省电话咯。你真正，你真正好欠债啊！你真正欠债，你听好。好了，水差不多烧了，啊，连我电话都烧起来，我都涨水，哎呦！也最过烧了，我来跳多顿较冷淡薄，搁再坐，搁再举手机起来给看啊！你真闲哦，袂怪怎啊，你顾三点钟咯？我袂使啦，我烧烧咯，等下咱你过两下，你看我失去安怎个？等下你就是青青出来面红红嘞。好嘞，开锁的啊，差不多会使了，就涨水涨，哇，八只都无爽嘞，好水啊！你看墙外八只，好一个爽。抢偌久？抢到过瘾啦！我抢到过瘾。对啦，这就是撩妹咯。了，伊个水有呛着我的身躯嘞，有时呛呛个呛到困去。我讲你困去，哇，你真正拖车来了，啊，乖乖嘞，七七嘞，七，哦，袂使让你看啊，七七嘞，啊，长好出来咯，三点钟咯，真正熊吗？真正熊啊，你够直接看啊，对啊，哇，一路涨水，一路撩我的泪，撩我的水啊，哇，袂使，你安尼看哪惨啊？新加坡的水啊，偌济桶，我无够你用啊。你莫讲我吼，你叫阿伯长来看，你叫阿伯来长来看，快看你。买啦，马哥。什么买啦？跟我讲。伊人两家做就好了。无，大家人涨水不等无相的，因为做门乖乖哦，你那边做什么无人知影，你做我看。你讲的啊。听哦、喔。你卖名话。听哦、喔，来。哦。你放心啦，马勒袂马勒，来听你听到要死。我开门。嗯。我关门。嗯。烫衫、烫裤、烫短裤。嗯。烫。啊，你内衫无烫啊？我无内衫。我讲你内衫无啦。我看也记，我都袂记得你烫咧。我开嘴。啊。我勒得来。你慢慢长，慢慢长，慢慢长咯。哎，比我较勇啊！你跳，你过来，你这是什么啊？这个 bathtub 啦，浴缸啊，浴缸哦。哦，啊你鬼糖水摸哪里去了？啊那啊你才爽吗？哇，你也是真拖车哦，你啊你也是撩我水哦。哎，马德，拍摄吼，这个吼不是撩水哦，这个是生水哦。个个长水哦，一开个水滴滴流，流哦去龙江的，我也是流去内面吼。啊你哦。干那火锅啊你唔好，慢慢涨啦，都有了水。啊你无归去安尼啦吼，下摆你做这浴缸水摸了，那人一两三四四人做一摆跳落去，唔是更加省水。看嘛，我头一个跳落去，头一个跳落去。阿弟师妹，啊是宝妹，啊，嗯，哎，可能是想啊！哎呦，马来恩卿你袂认的呀？马来恩卿，对啊，阿姨来到时做什么呀？涨水啊！对啊，来吗？等你来吗？来吹涨水哦！对啊，回归我标跳啊！你管哦，多加一个人来涨水哦！阿伯讲你才来吗？你可以来啊！马德伊无类人啦，咩安尼啦，爱有爱心嘛？无类人，对啊，我这话嘛是，唔是讲有类的人啊？我能，马来恩，跟我出来！安迪，你好啊！我的蹭真紧哦！来，干嘛来？哇，你想安怎？这个是你是冲什么啊？哦，你度冲凉哦。冲凉？边个俾你嚟噶？安怎也来了？出什么水？一出来给无长个惊咩？你屋企冇你屋企冇水啊！我阿媽問你屋企冇水啊！嚟我屋企沖涼做乜嘢？咩？你唔知咩？啊！我點知啊？老師，老師，我又係慘啊！我喺屋企好慘㗎。我哋冇錢，老豆講要慳錢慳電慳水，我哋就冇錢沖涼咯，就要嚟呢度咯。阿娘，我知道長嘴，我是慈善機構啊！係啊。都系哦，你系好人嚟噶，青菜做人青菜好心唔好薄。哇，我哋讲哦，阿我问你啊，阿你老边度长嘴？佢要悭钱啊嘛，佢就攞呢两嚿嘢，系去楼下的咩两嚿嘢？两樽嘢啦，两嚿嘢。两樽嘢，去楼下的厕所装马桶水。诶，呢度有窿啊嘛。佢就翻屋企咁咯，洗頭、洗腳底、洗啊唔使唔使。我問你喎，啊你講賺水啊，你一個月水攞幾多啊？1萬。
一块，一块呢啊！啊，一蚊啫。你省哦，系啊，我用白人要最赚哦。有时咧就系啊八毛钱啫，八毛钱系啊。你看人啊，你看省，但是你啊，你看省嘛袂甘啊。你看你辛苦煎炒咧，你系点悭水嘅？点悭水嘅？八毛钱，好容易啊！我教你啊，我同我老豆咧啊，你刷牙的时候啊，你有那个漱口水啊，我哋咧啊，每天早上就咁啦。漱口水，呸！啊，俾我老豆，我老豆攞咗咧就，饮咗，吞落去啊！系啊，水很宝贵噶，我老豆讲啊，不可以浪费。哎呦，这个也太极端啦！啊，没事，这太过分了。我跟弟弟吵吵咩？你信我？去，冲了冲凉都要滚，冲出来了！哎呦，刚才龙高的，你来问存储，刚才变成龙高了。我另外有几个朋友来了，你对这些神水啊，还有个人卫生方面啊，一定要注重。哈，一来看到那嘎子，好不？哇，你看真多朋友哈。是哦，大家朋友朋友来哈。还有那广告聊啊，那我的朋友就来了，稍后再见，拜。节省用水哦，是这门学问来的哈。唔是讲咱嘴讲啊，大家都会晓。咱叫人节省用水啊，为人嘴讲哦，节省用水，节省但，但是伊做都做袂到。你咧讲你家己哈？唔是，我是咧讲你人啊。你大摆讲嘛，你为节省用水，其实咱都袂晓，唔知影。所以当然啊，我按台湾啊，请一个朋友来，专门来跟你讲讲啊，因为伊也有经验吼，有经验才跟你讲啊，怎个节省用水吼。你搞背真快吼。是哦。我惊你个台湾来咧。是咯。顶两三礼拜是本地噶马来西亚，这是台湾咧。是啊，咱慢慢扩大。啊！你快讲，咱应该来了哦。哎呦，来了，咱厨房最真好嘞哈。看个偌厉害，台湾来的哈。噔噔噔噔噔！哎呀！感谢大家，来掌声给我拍起，好不好？谢彩云，哇！我叫妈的，阿你赢啦！等下人想我是你的囝咧，不，我是讲你发一个朋友，阿你红的啊，大明星咧，是哦，谢彩云咧，看起哇！你按岁数都听伊歌长大的，岁啊，你按岁数听伊歌，可能最近长大的哦，你较大淡薄，好啦，伊比你岁三四倍，真水啊！阿你话阿你久无看到吼，小像白灯吼，也无聊着，就是咯，是哦，无看到你个鬼对面也无牙乌乌的。很难啊！你去讲话啦吼！你是讲你嘛都要目睭会当夹死过来才望啊咧！我哪要乱讲啦！是，来啊！姐，感谢，感谢咧！哎呀，我你讲啊，是因为真久无看你啊！我这是我台湾大姐盘手咧，一个见面咧。盘手咧啊！嘿，变啦，人来就好啊！我要见啦！就人来就好。哎呀，我要见啦！人来就好啦，变啦！我来对住白安尼。强姐，我你讲啊，你唔肯听咧，本来我系随时讲埋啊。热心是冤家，你上好是便宜，我咧讲，那无你可以讲一年、两年到五年，我无骗你，你上好便宜，我咧讲，便宜，便宜，这生意啊，好啊，好，感谢，辛苦了，哇，你头前这个落酷酷的这个先生是不是？这个是不是你先生啊？不是啦！哎呦，我真正有够真傲啊！你是安尼刚创的，创到咧落哭哭的。不，是啊，伊是家己老变，安尼款的，跟我无关系。伊是阮大官啦。恁大官，啊哪个大官？你看看，啊，师妹啊，你要改进啊，你变人较老的。师妹，我个偌老啊哈！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真正是啊，哎呦。我边啊这两个帅哥吼，这是你的好先生哦，谢，哎呀，个假烟斗呢，假烟斗呢，你卖骗啦，我知啊，头一日吼，迄阵我心情无啥物好，乱乱做吼，你看下面拢聊聊出来呢，啊，我嘛是当叫欧巴嘛，叫欧巴，这个叫欧巴，你看我笑出来啊，欧巴，你做烟斗啊，是啦，是哦，是，你讲走起啊？怎么惊啊？是啊，这是查甫的，不只一个嘴啊，查甫的。我系男人啊！你想那查甫，我话查某啊？不是啊，伊本来就是查甫的吼。查甫啊，安尼哦。
陈姐，你是细汉牛奶粉吃沙拉啦，你吃到查某的牛奶粉，怎么变成了查某嘞？啊，你看嘞，白嫩的咩吼？我跟你讲吼，你听清楚哦，你听清楚哦，这两个吼是我的囝，是，这个吼唔知倒落来，袂见小老人去吃物件啊，水吃物件拢是安尼款吼。好啦，人是出来无你来，出来长水啊，你咪直直讲，直直讲。啊啦，无门叫我特办，你看啦，啊那不要紧，今天那这是题外话吼，啊，公亲嘞，这摆还要叫你来阮厝，安尼款，因为七月一号吼。啊，这个、新加坡哈、啊，都这个水啊爱起啦，所以我讲啊，全五块买，按照款来在节省用水啊。啊，你这方面有心得对不哈？我有真有心得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带行啊来耶。行啊，什么带行啊来啊？行啊来就是讲哦，做专业，做 professional。professional 很有心得。叫做哈？带行啊来耶。哦，带行啊来。啊，带行啊来耶，我是带行啊来。啊，我两个囝哦，长水哦，长真久。自己涨三点钟，自己涨五点钟吼，我的水啊无代无志了真多去吼。我想你来这边有啥物办法，该讲者，可以清醒者，讲唔通安尼了水听好无？哎呦，用水用安尼啊！我甲你问哦，你唔知影，涨一十分钟爱浪费偌济水，你知无？吼，爱用偌济水，你知无？知无？我们哪会知啦？我涨水又无去算偌济水，我们哪会知偌济啦？你该讲。九十二度的水啊，你涨应该用较济啊。九十二度。是啦，如果讲你是用冲五分钟。冲澡吼，安尼涨一五分钟，就当省四十五厘多的水，你知无？哇！你就是讲我涨五分钟就好，卖十分钟，五分钟你就省四十五厘多，你知影省偌济水无？是啊，你敢知？你看你平时啊，一摆涨三点钟、五点钟，你敢了偌济水？你赶紧算看卖。阿尼妈的，啊，哥哥涨三点钟就是一千六百二十厘多嘞，又湿滴咯，是一个水平布嘞，哇，湿滴哦。泡 bathtub 咧，一天泡三摆，对不？啊，你使开三个 swimming pool 了，恁个体差落好哦。真的真的，你看，你又无管你安怎啊？没啊，袂使安尼用水啊。是啊，你啊，按今日去吼，五分钟涨水尔，听我。是五分钟，四十个你倒，我阁会使动，其他无你家己行。哦，愈来愈想做兵咧，涨五分钟。啊，哥哥，你有啥物白灯，直接教阮人诶。够啊！我甲你讲啊，咱人啊一般咧开水的时阵就开拢无停啊，即摆较伫讲要涨应嘛，袂使安尼。你慢慢先开始开落去啊，水用哦安尼辛苦淡淡，然后你就开始要水关起，安尼开始撸湿文，撸撸咧，撸湿文，撸撸咧。撸湿文都爱关水。对，撸湿文时阵关水，要用的时阵开始撸好，哎，呛水落去。呛水了呢，啊，你嘛袂使讲哦，我即摆开始要节省水啊，节省水我都唔洗身躯咯。是哦。我唔涨应的时阵啊，我若干无洗，哎呦皮肤。哇！你掉掉咧，即个咧暖暖咧，新鲜啊，啥物吼？恐怖啊！到时阵皮肤暖起，你看老公看医生，搁较侪镭吼，搁较侪镭咧。是啊，就听都无听到。你讲也是有影啦，啊！你讲的甲阮老母讲也是差不多相像啦吼。特别讲真咧，妈的，我会使看你长水袂？你看我长水？啊对啊，头先你看阮人生的查某长水，当今阮人生的看你长水，啊公平吗？我排泄啊！你排泄？头先你叫我若听长水，你就袂排泄；当今叫你长，你就排泄。你是查甫，我是查甫人嘛？啊，查甫唔是人啊，查某是人啊！你嘛袂记哦？你直直讲我讲。Albert 两个咧撩嘴，你无长嘴好难看。我人妈来在撩嘴去考试你。不要紧，既然专家伫指导我证明给你看哈。来，长嘴就长给你看。长，你看，这个是长的根。我开门。过来这边，过来长嘴，你直接搬到这边。放晒啊！哎呦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那是假的哈。啊，你前面倒不要紧哈，动作不是两慢哈，我过来一摆哈。啊，我开门 ，OK， 啊，我立刻，啊，我就开门，我就无惊讲水是烧还是冷哈。啊，我开就个开，冷就冷个啪 ，OK， 哎，慢慢涨就慢慢烧了吗？对不？那是讲你爱烧来讲，你早早开好好，一个开就烧了。啊，那个涨啊涨啊涨啊涨哈，我 M 准准哈。比如讲我当天爱水一刀哈，我准准 M 好好了，甲开。啊！你个水哦，水得一刀，袂水得八刀，卖怕死。啊！你啊，水一刀，我就开，啊！就水水水，吼！啊！你长了吼，啊！就逆者，吼！啊！停停啊！多干呢？我吐湿文嘛，啊！就啾啾啾啾，啊！你讲啾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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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百几耶！爱穿啊！是是是，我穿衫穿衫，我穿裙穿内裤穿内衫穿衫。笑出来！哎呀，出来哎呀！哎呦！所以你真计较，你讲什么真计较？多讲者。阮老母毛都辛苦有洗，嗯，伊的衫无洗，哦，晓得无？伊烫帮迄刀长水了，佫穿多长？所以伊的衫十几年无换就是安尼啦。喂，长水无洗衫，我这件衫哦，我唔是真领嘞，我十外领拢收藏白灯嘞。好啦好啦好啦，阿哥问你哈，阿哥有啥物物件在介绍阮人哦，省水办法无？有啊，比如讲你若是要用洗衫机，买洗衫机的时阵呢，你得买迄种四个钩安尼，钩钩钩钩四个。啊对啊，我嘛是。哎，拢是真侪水呢。是咱出来就是四个钩，你是你家己用马哥围起去的吼？你是还袂学加龙姑呢？你想我唔知？你咩？你家己围马哥围四个钩，甲人讲遐省水，啊会使卖较贵人无？开心吼，特别人有时就是安尼的。哎呀，莫甲你讲。好听话你也听，无伊话过，伊看甲省水，伊想也袂了。人讲哦，啊，人咧讲吼，水就是财对不？啊，你也使省水吼，就使省财，就袂漏财对不？吼。啊，你也是有省水有省财吼，啊，那新加坡习惯啊讲吼，用淡薄水吼，本来使生活甲真正快活吼，啊，你可能就是咁啦，啊，你可能就不会伤脑筋哦。到尾啊，因阿公甲讲通了吼，阿俊也晒了，伊讲阿公阿爸发在你三声下，嗯，我当金哦，你示范长最好看啦，哇，长最好你看 ，OK， 嘛，你两个讲话怪怪的，是咯，叫阿公长最好你看，叫你打鸡长最好新妇看，啊，怎么怪怪？什么打鸡啊？打瓜？打瓜？打瓜？乱搞！打瓜啦吼，是瓜哈 ，OK， 来，好嘞，好嘞。来 ，OK， 嗯，来，头一摆，头一摆涨水啊，你，无啦。